各位同学，三角函数这个部分主要的目的是在学的是三角函数的微分，因为三角函数的部分，我们所包含的范围实在是太广，非常的繁杂。那么这一个部分，我们主要是让各位同学复习三角函数的基本的定义，以及跟三角函数在几何上面有相关的部分的一些定理。跟各位同学在学习三角函数微分所需要的一些知识，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介绍。